我之前对猫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关注，因为我之前是养狗的，然后后来养猫就一发不可收拾，就被猫的魅力给吸引住了。比如说哪些魅力？比如说猫那种若即若离的那种亲密感，就是那种明明很凶，但是其实看起来很萌的那种奶凶的，对。那你有没有被你猫给吸到？其实说实话，我怎么敢生我的家猫气呢？都是我气到它吧。那主子做什么都是对的。是的，没错。